这是犬山城。这是三光道和神社，犬山城是国宝五城之一，其他还有呢，积木城、岩根城、松山城、松江城。犬山城呢，它不是很高，说话之间呢，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门口。进这里边呢，要脱鞋，他给一个塑料袋，把鞋放在塑料袋里，自己拿着上城楼。它的那个这个城的周围环境啊，很好，都是绿色的。这边右边我现在镜头照有一棵大树，这是保护这棵大树，一会儿我要给讲一下这棵树啊。现在咱们先看一下前边，它城门的前边这个院子不太大，但是呢挺凉快的，我去的时候是比较热的时候，就这样子。这棵树的名字叫神木大山，树龄有650年，树长差不多和犬山城的天守阁这么高。在1965年一次台风中被雷劈了，从此枯干。这棵树现在重点受保护，认为它是护城树。下面这条河叫木曾川，相当的漂亮，衬托了这座犬山城更加壮大。我在天守阁上哈，拍整个全景，它四周围都是开放的，可以走过去。我在天守阁的那边拍的景，现在我往这边来拍，相当的漂亮。风好大呀，我把这个风的声音调到最小，但是还很大的声音呢啊。现在拍这个桥，这座桥相当漂亮，所以又反过来调过去的去拍这个桥和这个木曾川。这还是犬山城，从早晨来的一直到傍晚，我觉得拍一下它的那个晚霞的景色也是相当漂亮的。下边还有那个观光船，现在我拍的这个视频呢，是在1600年前，官员合战一个挺大的内战之后的留下来一个遗迹，所以呢顺便看了一下，观光了一下这个地方。
ノヤマ城、犬山城。イノヤマ城、犬山城。天守閣、天守閣。天守閣、天守閣。それではさよなら、再见。